演艺系正妹秀才艺，征服现场众兄弟。台湾艺术大学舞蹈系。对，我现在在教 MV 舞。我也是台艺大的，对啊，真的、啊。学长好。哇！你整个舞是带劲，带劲！我们是拜你为师吧？台湾戏曲学院民俗技艺学系。对，我的专长是特技呼啦圈。嚯！漂亮！哦，厉害！漂亮！对，彩虹呼啦圈。哇！媳妇。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深深的震撼我的心灵。嗯，真的，哦，你是复兴学校的，没当好。没，我们不配。哎，立冬厉害！我刚看你在看那个《红楼梦》，是不是？我跟你讲，我最欣赏的女生就是什么？哦，怎么样？《红楼梦》里面的女生一样，哎，就是那种就是弱不禁风啊，病恹恹的，是最好是病到怎么样，你知道吗？怎么样？那种要死不死，这是《聊斋》吧？奄奄一息的，奄奄一息，奄奄一息，女鬼，《聊斋》，奄奄一息那种美女，对，奄奄一息的美女，奄奄一息。演艺系美女，这是我主题啊！我们就是演艺系美女，想入行先哥哥拜码头。嘿，这新的开场，耶！应该把我们那个剪掉。没有，不会这样，我们怎么会这样？演艺系啊，演艺系，很棒很棒，不要再重复，可以 ，OK， 会吐。好，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学过表演，是是是，最早是以前有那种训练班，有。哦，还有演艺学校，对，像你们都是。派对哥，嗨，你觉得你有学过表演吗？有。你是怎么样的表演？我高中是念华冈艺校。OK， 什么戏？戏剧科。戏剧科。戏剧科。那学表演整个最辛苦的过程是什么？如果是山上的孩子，包括文化的同学，整个华冈最辛苦的应该就是抢公车。去死啊！什么？这是真的。交通困难而已。华冈的同学们一定超有感的，因为真的，我们有时候学生排练到很晚，我们住就算住台北也没有钱可以坐计程车回家，一定都是排练到最后一班公车赶上去跑。没有考虑过下坡走下去吗？不太可能吧。骑脚踏车也 OK 吧，就撸下去。骑脚踏车有点太快，真的公车，而且排练玩到那种十一二点，那个真的玩到很累。然后大家又说什么公车有最后一班的传说什么，大家每天下班都下课都很怕。对对对对对，最后一班的传说，对对对。每次都停车，然后你千万不要问一件事。嗯，就停车，他没有人站哦，他还是停车哦，然后他还是开走，那你要问司机，哎，刚刚为什么停？他对，不要问，车子现在是满的，哇，他车就开，他就飞起来，哎，太诡异了吧？哎，你把哈利波特的讲出来，你怎么这个揭穿呢？好不好？那你们两个是没有读过艺术学校，那学表演对你们两个来讲，最困难是什么？我觉得最困难就是因为我们等于是没有专业的训练，半路出家，所以就是乱学。哎呦，就是我们大部分看网络啊，看电视啊，重点是我们没有老师，是，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自己学的到底是好还是。那会不会是新一代的表演的一种新趋势？算是一种乱流。哦，是是是。那你最困难是什么？我觉得最困难的是你去喜欢一个不适合你的表演。你不是常常这样吗？没有，你喜欢二十几年。我一开始走一个你不喜欢自己走的路吧。对，比如说我一开始其实我是有歌手梦，因为在场我可能是唱歌最好听的嘛。嗯，这大概知道。歌手。对，我模仿歌神出来。你歌神梦吗？但后来发现我根本没有节奏感，然后我就去跟那个老师学，然后一堂课一两千块这样教，很贵，是那种真的硬学那个，然后就爬音阶什么啪啪啪，然后后来发现。有些音阶再怎么拉，我再怎么调，根本上不去。定错方向是最累的。他那时候已经学完一阵子，然后他就去跟我们魔王大道一起比赛。然后每次那个表演，就是其实他表演都很好笑，对不对？可是你还要唱歌的时候，他都会找不到那个进歌点，很累。然后都又过了。在哪里不知道？又过了，然后就永远唱不了那首歌。那是不是他故意弄的一个笑料？没有，真的听不出来那个前奏到底是。那现在立刻给他一首歌曲《吻别》，预备，请进歌。可以。
过了，过了，过了吧？你看，你又过了，不是吧？我操，这文言文抓机，文言文是有点难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跟你讲，你是算莫忘初衷了，蛮蛮好。对啊，一路走来始终如一。那你真的会想要出唱片吗？其实真的有在计划想要出一个单曲，做梦，哎，超不励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现在真的出唱片太难。如果说你没有一个真正薛兰的管道，薛兰怎么是这样子？比如说某一个那个不合的团体，有没有？他们每一次都会在那个尾牙之前故意推出一张，对，然后都唱那种你知道尾牙歌，也不知道对，就是一些歌。然后薛完那一票以后，他就一年不出，然后又快到尾牙他又出了，而且每次看他们出就觉得他都可以。哎，我没有承认，你怎么知道？你们每次来到这个 timing 的时候，是不是都自己创作好了歌曲，就准备好要出了？其实我们呢，这个自己的歌都是自己作词作曲的比较多。像浩子他是有这一份省钱嘛，他有，不是啊，他不管重不重，反正就是出就对。因为走的是自己的一条路，不也不说不管重不重。像刚刚老师弹的这首歌呢。哦，其实是还不错听的，那这首歌就不是我们自己写的这样。而且会听起来很好，没有主打，主打，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来的都是，毕竟我们大家都在演艺这条路上努力着，是打拼，吃苦着。好不好？重点是今天来的这个有可能死赖活赖的，不要再强调了。强调，结语我们 OK， 我们 OK 的，我强调够了啦。对，你们总有开窍的一天呢。是是是，对，也有一些人就在吸引那一天还是没开窍，没有关系，人生就是这样，人各有命，人各有命。对，派杰哥，嗨，没事。刚刚不是这样对的啦，刚刚还有问我问题啊。没有了，你现在主要收入是？拍影片。拍业配拍广告，你是帮人家拍？对，帮厂商拍。哦哟，那你是导演了。所以你是摄影师？不是，我会请摄影师，然后我会他给你案子，然后你全接了。我写本，然后演，然后剪，去找一些后制团队。OK， 其实拍的都还不错。老魏，拍这个，嗨，没事。这次就真的没事，来了演艺圈未来的明日之星了。就他们都是读戏剧学校出身，相关科系。但是呢，就像我们以前一样，我们刚从戏剧学校。毕业之后会慌，突然之间进入演艺圈，但是在演艺圈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方向的时候会慌，所以今天这一票呢，就是一票很慌的。哇，怎么这样介绍？好，欢迎第一位晴子，欢迎晴子，耶！嗨，晴子，大家好，主持人好，晴子，学长，学长好，哎，为什么？华冈的，华冈的。华冈，所以真的公车那个是公车，你看没有很慌，戴手帕，流汗。哎，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天蝎座。请问一下你现在还在学校吗？我还在学校，大四。大四啊？那你现在文大大学了？我是戏曲学院的学生。戏曲学院学长。戏曲学院，我是你学长。以前是国光。哦哦哦，对对。华冈完了以后就投奔我们国光的体系。对对对。这个是明智，算你聪明。明智的，是吧？你开玩笑的。你本来想学表演艺术，却跑去学戏剧。哎呦，表演艺术跟戏剧差在哪里？表演艺术是比较。都在目前就是唱歌或者是跳舞之类的，那戏剧可能可以选择目前或者是幕后。哦，就是也许编剧啊什么的，对，编剧啊，灯光人员啊，各种。那你比较喜欢的是？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唱歌跳舞，所以我就比较想要考表演艺术科。是。后来我就上网查，想说，哎，有台湾有什么学校是？有表演艺术课，对表演类型的，我就查到了华冈艺校，我就又查，想说我要看就是考试需要什么，注意什么东西，结果我就找到一个在校生，我就问他说，哎，不好意思，我想要考华冈艺校表演艺术科，请问要准备什么，或者是要注意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是戏剧科的，他就跟我说。啊，你不要读表演艺术科了啦，你来戏剧科。派翠克，不是，就是你，不是我，我那时候不是这样跟你说的，我是，不是我说的啦，不是我说的啦，你个屁呀！所以说他就劝你去考戏剧。对他跟我说啊，戏剧系比较好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耳根子软，我就好，我就考戏剧科。有后悔吗？
没有哎、欸，我觉得我在里面很开心。OK， 那就好。嗯，你说你个性认真，所以同学老师嫌你烦，为什么会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呢？没有，是就是大学的时候刚进戏曲学院，我是歌仔戏学系的学生。啊，哎呦，哇哟，对 ，OK。对，然后就觉得对这一块很不了解，就想说，而且我其实台语不好，对，然后老师只要一给新的剧本，我就在上面拼命写注音。不是、啊，那你明明台语不好，那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歌仔戏？对啊，因为我很喜欢唱歌，我又很喜欢演戏。高中老师就说，那不然你去考歌仔戏。歌仔戏，又跟老师也有关。对，老师给你的方向完全是靠字面来翻译的。喜欢唱歌，欢迎歌仔戏。OK， 进去。对，是不是很谐音的？对啊，舞台剧里面也有，就歌舞剧啊，里面有歌舞剧。啊，原来这样。哎呦，你好可爱哦。但这是我扮相的样子。嗯，一样的刘海。那谁说你画成这样子啊？同学，因为科班生会帮，同学在害你，就怎么说？怎么说？是专业的，专业的，对，怎么说？我指导一下，他这样是舞台剧，舞台剧的歌仔戏，对，舞台上歌仔戏，他不是歌仔戏的妆，美丽歌仔戏，因为舞台剧要画的比较那个，跟电视不一样，对，画的比较要比较夸张一点，对对对，才看得到。哎呦，有哟，你喜欢这样的？哦，没有，这是。梁山伯跟祝英台的戏，我是算女扮男装。对啊，那也算小生的戏。就是，可是他还是要一点点女生的那种柔。哦，就是柔的小生的身段。对对对。所以你是演梁山伯？我是祝英台。祝英台。祝英台。这是什么？哦，这是 opera hi， 就是他是那种比较。武大郎。不是。opera hi 他是贵的啦，不是日本剧。对对对，日治时期那一种。日本剧。对对对。枪巴拉。了解。对，但是不是科班出身的你，还要神明鼓励你才坚持到现在？应该是说刚入学，神明就跟你讲没关系啊，你毕业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我身边戏台子唱歌。没有，不是，他是说，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刚入学的时候会觉得我也不是科班生，对这个很也不专精，觉得以后也不会走这个，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准备转学考，然后也问一下神明说，就是抽签问说我该怎么做这样，就一抽起来，他就跟我说，我只记得里面有三个字，就是以守旧。以守旧。对，他就是叫我要留在戏曲学院继续教学。对。他连那个抽到都有点歌仔戏的感觉。抽出来歌。以守旧啊。那我跟你讲，现在是你人生一个很重要的点。对。就是你准备要毕业，那你毕业以后你的未来你想干嘛？大学学歌仔戏的过程中，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舞台剧，所以就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以前是这样，以前就是，歌仔戏在电视上是强档，对，那个时候对，不，我们老师是国宝廖琼枝啊，遴选员，哇，老师当然是一定很厉害，那就是你毕了业以后你要转成走舞台剧的方式哦，你看像我们今天的舞台剧那个就没有来哦，对啊，我们的七哥，他因为今天心情不好，不想来录影，他真的去演，不要乱讲，没有了，他就是工作，他就是去演舞台剧啊，不是去演舞台剧，有时候讲一些话网友会当真，我真的讲，他会来问我们，是演讲，你如果说你对未来跟现在学的状态想法不一样，那你就。再去抽个签吧，万一又守旧，再抽到不要守旧。不是啊，我觉得你可以两个一起走，就是说你的歌仔戏也不要放弃，因为我学了这么久，但是你可以去尝试舞台剧，搞不好以后你可以演到一台这个舞台歌仔戏，歌仔舞台剧，那你就厉害了。最主要你有身段，身段是要练。一般人，比如说我现在接到这部戏，我突然要练身段，那绝对没有你厉害。所以这个不要放掉。每天早上起来先练身段，20钟头。20个钟头。没有啊，你歌仔戏如果说继续走下去，台湾的话就是明华园嘛。对。对不对？那如果说上国际舞台，对啊，有啊有。巴黎国家戏剧院那种，你要转到舞台剧的话，那范围就更广了。我是建议你啦。你是歌仔戏的底，但是呢，去学一下舞台剧的技巧，对，然后在明华园，然后国际影展的时候飞跃
巴黎铁塔，对，然后明天去屈中恒他家找他，对，跟他讲不要再心情不好，要来录影。为什么要带我走？那你可以表演一些歌仔戏。可以啊，可以啊。来一杯。我可能要麻烦。哦，阿翔。对。阿翔。哎呦，不会轻点啊！我不会歌仔戏，因为最瘦，所以你就演台语好。我演兔子。那可能台语比较好，可以。对 对, 對。台语啊、哦，你要接话的。我接话是。有台词啊，台词。好好看台词，好好。对，起，好来。哎呦，不可行啊，不可行，三个你怎可这命绝情？嗨，是恁阿娘太藐视人了。你也搁不知阮阿娘的个性，伊有万般的心事，不敢表明。啊！伊到底是有何事情呢？伊顾前顾后，顾以前，紧小姐的体面，伊行来行去，原因是自细有定气。这，大哥啊，一个字讲什么？详细甲伊想看卖，迄个歹嘴客，敢有三个啊？你一班的人在，也剩哪讲予你了解？我一摆会来留你，是阮阿娘叫我，我才专工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嘿，很可爱的哎，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是可爱的。对对对对，就这一部这个戏码是，对，是在讲什么，在演什么呢？陈三五娘，陈三跟五娘是要在一起的人，哎，那他妈妈不要，因为他们吵了架，然后陈三就决定他要回故乡，然后一春是五娘的丫鬟，他就决定要去挽留他，挽留他，哦，丫鬟来挽留，丫鬟，哦，原来你刚刚是丫鬟。对，我刚刚，我们刚以为你是五娘，对，以为是五娘，对，而且是五娘大战的孙悟空，哪里有孙悟空？因为你一直有猴子的，我有猴子的身段，我又不会歌仔戏怎么弄呢？但但蛮可爱的，对，身段很好，对对对，这个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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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下次我们朋友他们那个演孙悟空的时候，你就可以演七十二变其中一变。老板帮我接这个 case 啊，来，请坐，欢迎 Tomo。嗯，下一位，欢迎 Tomo。Hello， 大家好，我是 Tomo。Tomo 你好 ，Tomo 怎么称呼？射手座。那 Tomo 是舞蹈老师。对，我现在在教 MV 舞。OK， 那你是台湾艺术大学舞蹈系？对。不是，你已经舞蹈老师，我们这几个烂东西怎么？对啊，我们你到底要跟我说？不一样，我们好像没有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教你跳舞。我们只有一个这个芭蕾舞，这有两个芭蕾舞大师。我也是台艺大的。对啊，真的。学长好。可是你是什么系？我是广电系。哦。那你要不要跳舞？哈哈哈哈哈！你是刚毕业的？我已经毕业两年了。已经毕业两年了。OK， 那你几岁开始学舞蹈？我从三岁的时候开始学。学什么舞？芭蕾舞。三岁就芭蕾舞哇！芭蕾舞都已经远了。一般女生学舞蹈好像入门都是先从芭蕾。对，因为芭蕾那个身体体态，你知道，身形拉那个筋啊，像那个伸展，每一种舞都要拉筋。外行国剧科也要拉筋啊，好，没事，专位，好了，哇，那你说你成绩不好，高中放弃了演艺学校？因为我就是术科的时候是全班数一，跳舞术常大叫，因为我要一直教课，一直教课，对，一直教课。那个谁过来？这位是没事，这一哥在教是不是？对，不是，就是说你那时候是本来想考什么学校？中正、复兴、华冈都可以上。OK， 那后来呢？但是因为我学科太差了，就是我数科都上，都上，那学科没上，对，那就是没上。对，所以我就没办法上公立学校，我可以上华冈，可是但是因为我公车的关系，对，感觉会怕公车飞起来，对，妈妈说公车会飞起来，不能去，对对对，哦，中正是公立的嘛，
公立的。还有另外一个是复兴，复兴也是公立。复兴。然后可以上华冈，可是因为那时候家境没那么好。不是，你有去当过偶像团体练习生啊？我有去内地上海，然后当过练习生一段的时间。然后那时候就是每个礼拜会演剧场，然后粉丝就是买票进来看我们演出，然后就会就是很热情帮我们应援这样。但是你们每个礼拜都要做不同的表演？我们三个月换一次，然后像是一场演唱会，就是会表演12首。哎呦哇，一个人表演12首，一团一团嘛，一团一团，对对，一团一团。那为什么追求梦想要2年不跟男生讲话？男生有这么臭吗？这什么意思啊？没梦想？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练习生的时候，都是早上9点就要到练习室，然后练歌，中午吃饭。然后练完以后，练5到5、6点吃饭，再继续练。练完以后回宿舍，基本上就除了工作的话，真的很难跟就回洗完澡马上又睡着，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就一直一直这样轮回。对对对对对。那你们没有男练习生吗？对啊，我们公司是女生呢，对，都是女。没有那种男扮女装混进去。应该会被抓吧？去面也没干嘛，就一直摸同学。哎，同学，哎，同学。所以那你们在上海，他算是一种训练班吗？还是不是？他是我们是被选进去的，就是我们进去以后是包吃包住，然后每个月给费用，给一点钱哦。嗯，那你们要负责演出，然后收钱赚钱给他们，他们分你钱。哎呦，有点像这样，然后他们会让我们去上节目，然后就是练习生。那你最厉害的舞蹈是哪一种？目前的话是 MV 舞。好巧哦，好巧，怎么了？好巧啊！我很喜欢看 MV 舞。你们以为我想讲什么？没事，是不是？那现场表演一段好不好？好，来，好，耶，妈妈，应援。Oh, you better stop. Oh, you better stop.Oh, you better stop. Oh, you better stop. 오늘따라주체가안돼기분이언제까지야말도안할거니달라도너무달랐어넌솔직히두눈을감은거야처음도아닌데뭘그래이번니지금뭐가중요해우리믿음이깨진거진짜안보여舞蹈从第三招开始，我就认为你整个舞是带劲，带劲，小钢炮，好厉害！跳舞是这样，很多人就是跳不出那个力道，是。像有些人他其实他是很轻松做，但他的每一个power 点是到位的。像有些人用很大力量，你还是看不出来，所以你不得了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样子，我们就拜你为师吧。反过来，他又回到跟你们学习。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没有。你看我们的跳舞，你应该也不收我们当学生吧？哎，光跳得好，专业，他又会跳舞，专业。哎，小超也是，他也是舞不错。快，可以。他会。刚刚什么？卡到，扭到。我刚刚以为，我一开可以跟他一样开，太久没拉筋了。那要吸引吗？但是其实 Tomo 看得出来有舞蹈的功力吧？有，不错，而且我刚才跳一遍，他就记住了，是不是？马上就会跳。这个谁不记啊？我跟你讲，他根本就记了这两步，然后这一步根本是狂是啊！用马扎来那边蹭，可以，啊，没关系，有人弄，可以啊。现在你当舞蹈老师，你还有什么样的梦想跟愿望？我自己嘛，就是很想要当女团的成员。女团啊，还是想要就是组团这样？可是 AKB 你也太大年纪了。所以我就只能把自己的实力增进，然后去。其实你可以做天王天后的那些
专属自己用，或者是成为这个舞蹈总监啊。是，比如说有一个两人团体，一个光头，一个长头发，那他们每一年呢都会在那个尾牙的时候出来削蓝，你就可以去帮他们伴舞，顺便赚一点。是这样，你会想要？教啦教啦，差不多这种，差不多这种。好吧，好，我也考虑。哇，你跳舞真的跳得好，是，而且那两年给你的训练，其实我们看得出来，这就是你的财富，就是你最棒的东西，那你有这些东西，相信有一天机会一来，你立刻就跳上去，是，不要慌，不要让自己失去了那种理想，而且你要保持一个年轻的心，好，人家就不会觉得你老，对，对啊，没问题，知道吗？来，请坐，谢谢。接下来丸子，欢迎丸子。丸子，呦，哎哎，这个是，哎呦，快打旋风。大家好，我叫丸子。这个是什么感觉 ？cosplay， 春丽，你是什么学校？戏曲学院。又台湾戏曲学院民俗技艺学系。对。您现在是表演工作的艺术者。对，然后还有教课表演。那请问一下，你的专长是？我的专长是特技呼啦圈。哇，特技呼啦圈，就是花式这种。你几岁开始练的？我从3岁开始学舞蹈，然后从小学5年级进了复兴剧校。哦，你是复兴剧校的学长好。没有，我们不配。因为剧校很辛苦啊，因为他们都很小就进剧。他们以前我那在学校，我们跟他们合并的时候。我看了小班练功，我这样看，我说好险，我是读这边的，这边太苦了。哦，欸，他们光着来那个叫拿顶一拿，好久哦，对，1-2个小时，好久就这样撑着，是练家脑充血，练家，好可怕，哦，乱厉害的。那但是你就是为了不拿顶，所以练呼啦圈的。也不是，就是小时候我们都还是要练，就是倒立、下腰、劈腿，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功。那一定。对，然后是长大之后，老师就是看你觉得，哦，你适合哪一些项目，然后才帮你分配。我跟你讲，呼啦圈那他的腰厉害，呼啦圈都这样，没有像你这样的，还不是这样，有运动的。我刚是慢动啦，慢动量，对啊，好不好？既然你来了，那我们就先叫派翠克出来一下。来，我们体验一下我们当年拿顶的辛苦，好不好？好，来来来，来，必须脱了。为什么脱衣服呢？要伸展，它这样会卡，所以它不太好。好厉害哦！你已经厉害了吗？厉害，已经厉害了。厉害了，不高。那你会不会倒？不高。啊，没事，拿下来。我跟你讲，这种就是哦，练家子都是差不多这样。以前替身武行都是这么连结那种四小龙，其实这样灵活了，很快。会倒立吗？哎，稍微啊，试试看。好，拿要扶吗？试试看不扶的，好了。好，哎呦，加油。哎，会耶，会耶，哇，练家子，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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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y Cross， 刚刚这段有帅哥，有帅佬凹回来了，是是，哎，该你，真的是，该我，一整集不干什么事，你也试一下，航海系的也要，可以了，你没事，海水倒灌，把零钱先拿出来，哇，钱好多，都是1000块，炫富，对啊，来喽，好来，加油，我帮你哦，对，你不要别对对，要踹到鹏哥帮我挡一下，哎，不是。哎，可以可以！哇！很危险哦，那个倒立都往前，你怎么往后啊？对，没倒立，倒立，还没上去的，哇，还没上到，还没有到那个位置。其实你刚刚再挣扎一点，没有，其实倒立有人扶或是有墙的话，你要猛一点，对啊，直接一次到位，再一次，你要有人扶你了，预备，好，起，哎。好，撑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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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的人，幸福的人，撑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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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啊，放手啊，弟，好来，哎，帅，你看你才撑一下下，你就知道多累，累。以前他们小班是1-2个小时，是什么？要2个小时，而且你把人家踢成这样的，这样他脚都是满的，他是不是受伤了？我以前真的他们练功真的很辛苦，厉害厉害哈。哎，你还在这里？我刚刚找不到时机回去。一个拿顶回去，一个拿顶回去，一个插顶，拿顶回去，插顶走路。我厉害厉害，哎呦，好哦哇，回哦，倒车入库。我跟你讲，派翠克来我们国王这么多次，
今天最精彩，露脸了，露脸了。我平常的魔术不精彩啊，你以后会拿顶，不要再提魔术了。也，下次你们就拿顶魔术。好，我会回家练。好，那你是陪同学去考试，然后才意外去表演之路，什么意思啊？就是那时候我同学他的亲戚在里面读综艺舞蹈课，然后我就是陪他去读，结果就也不能说阴错阳差，就是注定的吧，就是可能刚好我本身有学舞蹈跟音乐，就是比较符合就是这种艺术学校的要的东西，对，特质。那你热爱呼啦圈？对啊。那你出门带呼啦圈干什么？就是我随时要呼啦一下，就是随时可以练习一下。然后我有一个就是目标，我是想要去带着呼啦圈去旅行，然后到我走访的各个地方，然后都拍一张照。对，就是都呼啦一下，然后拍一张照，然后我都会 po 在我的那个 Instagram 上。OK， 你讲的 是在我们那个台湾这个各地绕岛，还是说全世界？台湾各地，然后或者是说出国表演，或是你会有另外一笔费用，就是呼啦圈的运费。哦，呼啦圈哦，不会，我的呼啦圈是从国外的买的，对，可以折叠，它可以收成很小。呼啦圈过海关就很屌，对啊。对，你这是什么？没问题，我把呼啦给你看。你的呼啦圈是一堆是？对，一堆，等一下会有100个。一百个，对。还用看照片。这个是我们去已经呼啦了。呼啦，就是我们去加拿大的时候，去那个冰川上面，是不是坐那大车子去？对对对，然后就是上面超冷的，这是呼啦圈，还是方向盘？对，加拿大被你呼啦过，哇，呼啦圈，对，下，你有在那边？哦，哎，这个，这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在北海岸那边，对，老梅，哎，老梅，你去老梅玩。对啊，那景点总要介绍台湾的美吧？哦，老梅，你以前出外景的时候的，是以前的事了，以前的工作。这里有看得出来时尚玩家的这个痕迹。好会找这种，哎，老师你是很会。好，再下一张。哦，呼啦，这哪里？是去菲律宾。对，菲律宾。哇塞，这样子这样可以知道？就是下到菲律宾。哇靠！对，瞎蒙的你，瞎蒙什么？讲海边，你们浅，海边霸王是不是？你们学校应该算很严格，你们那时候练习要练习多久？我们以前从5点就要起床开始翻体操，然后就这样一路练到晚上8点。哇塞！所以各位，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学这个，你要先有这个决心、毅力，对。而且就是说，如果说你要真的到达那个境界，没有捷径，就是要练，就是努力练习，不停的弄坏呼啦圈。对，真的，以前都一直弄坏，而且以前我用铁的，打到头都超痛，锵这样。不是你的亲戚为什么觉得你呼啦圈很低俗？就是不支持做表演这一块，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以后吃不饱，就是他们也是怕我以后可能就是肥成这样，就是吃不饱。对不对哦？对，嗯，那你们呼啦圈是最后要这样，就是这样。哎，一转就有 feel， 你看吧，练过吧？有，有练过。啊，我练过呼啦圈啊。那做什么用呢？没有，就在脖子这一块。我打到头的，有脖子，我其他的脖子绕啊。好吧，那今天表演一个超级性感呼啦圈。好。好，来，没有。哦。哇，好厉害！哦，太快哦，可以这样玩。转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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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
请，里面请，好强哦！哇，太厉害了！丸子，好吃哇，很好看，很好看，有哎，谢谢，媳妇，赞叹媳妇，哇，感恩师傅。那个柯莱斯想不想换啊？胡辣圈好，好震撼哦！哇，厉害！腰有没有曾经扭到过？有啊，因为我以前是先从高空开始练，然后就是有两条步，之前蔡依林有表演过那个。啊，我知道。叫抽掉那个。抽掉，抽掉。我、哦、那個、很累耶。然后那时候我不太会使用力气，我就这样一个大滚下来，然后我腰就拉伤。哇，对，瞬间超痛。对，就是扯到我。很像阿嬤哦，我这样坐公车，我这样起不来。哦，又讲到公车，哎，你们的公车那台，我刚刚有在认真听。对，最后一班了，最后一班。真是你刚刚的表演震撼，虽然太喜欢了，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深深的震撼了我们的心情，真的，好不好？厉害，好，来请坐。好，谢谢。来欢迎翠婷，欢迎翠婷。哇，你好。欢迎大家好，我是翠婷。你好，你好，你好。双进高中表演艺术，对对。你觉得训练专长比读书重要，所以你就来北上来学艺术。对对对，因为我本身也就是不爱读书的小孩。嗯，那你当初学的是什么？我是学表演艺术科的、啊。表演艺术科，那你自己最强的是什么？我喜欢唱歌。唱歌，唱歌，哇！喜欢唱歌。你有真的有演过戏剧吗？参与戏剧的演出过？戏剧有，因为有很多学校，有很多戏到你们学校。你是说拍戏吗？对 对, 對，有一次，最近有一次。最近，你现在还是学生？我没有啦，吓死我！不是不是不是，毕业后的，毕业后有接。学生时代没有，学生时代没有，但是我上过节目，但是没有演戏接戏的没有。嗯，对对对。像以前我们上唱歌课的时候，老师是很好玩，老师就是。我们教授瞬间变成皮奥爸一样，老师就弹钢琴，然后大家就上去唱歌。嗯，那你们更厉害，你们是到 KTV 补课，这什么意思啊？啊，没，因为我们你们是订了几个包厢，大包还是中包？就是全班都是缺分母，是不是？没有，因为我们是表演艺术科学生，就他我们的老师比较不会那么严肃。嗯。对，就比较不会死板板，就我们很开心啊，我们就一唱歌跳舞啊，然后我们就下课我们会唱 KTV 啊，因为老师年纪其实都很轻，对，就跟我们那时候我们大概十几啊，十六十七对吧？那我们老师才二十几而已啊，哎，这种就叫寓教于乐嘛，二十几岁，二六，老师根本也想玩嘛，对啊，老师有一首情歌，老师也是小朋友嘛，老师也是小朋友，就进去歌都是老师点的，我先点一轮，我唱给大家教学哦，对啊，好，唱完了，好，那买单来分母。就是没有钱的老师想唱歌，不是你过来为什么就决定不走演艺这条路？为什么？哦，因为这个跟我梦想比较没有关联。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我梦想是高 CP 值的家庭主妇啊。高 CP 值家庭主妇。对啊，那演艺圈是读这个，是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不喜欢读书，那开开心心跳舞唱歌过三年，我觉得很棒。高 CP 值的家庭主妇。对。高 CP 值是什么意思？对，那高 CP 值是很厉害的妈妈，就是你赚钱，你想啊，对，这个也要有。对，把老公当奴才一样。没有啦，就是你要会煮菜啊，会开车啊，老公应酬要去接他。老公一回来就是你赚多少钱，我赚多少钱，跪下。就是妈妈要会的，你想得到的，她应该都会。生活全能嘛。对对对对，这我的梦想。你现在在朝向那条路，一直都是啊，从国中到现在。国中就有小孩了？现在没有，哪有小孩？没有啦。那你说你从国中到国中到现在的梦想？哦，梦想，吓死我，吓死我。国中就想当那个全职妈妈，对啊，我觉得应该是家庭影响，因为我妈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那请问一下你。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没有。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喜欢，太好了，要问我了是不是？是。我有机会讲了是不是？是。好，我喜欢185公分以上的男生。哇，你真的在节目上，我们两个都是这样吗？我感觉好像已经，我还以为我们两个会中，有希望立冬吧？哎，我还没讲完哎，还有哎，最难过的是谁？还没讲完嘞。派翠哥他差太远了，没有啦，就是喜欢。可是我不是真的用这个来挑男朋友，就是喜欢。然后喜欢跟真的交往真的是两。对，我喜欢阳光型的，然后就开朗的、阳光，然后善良孝顺这样子。那就可以。对，干干净净，一定要干干净净很重要。大家都达标了，大家都很干净。但很穷呢？为什么要很穷？不是啊，万一万一他很穷啊？我觉得普通可以啊，但不要说很穷吧？怎样叫很穷？就是一个月薪水6200，那真的没有，你们两个
工作吧？什么工作6200？他没有在工作吧？临时工很穷，临时工都没有技术。我们要代表的6200有点太精确。我要养他吗？临时工，太临时。那我要养他，我可能不行哦。养他不行啊，就比如说一个月大概薪水在3-5万 ，OK。我觉得那个向什么向上心还是上进心？上进心，上进心。而且，比如说他现在正在努力中，OK。对，我觉得要有上进心很重要，不可以安逸这样子。但你不表演，你每天练歌干嘛？因为我喜欢唱歌啊。我想去 KTV 表现。表现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啊。那我们今天来表现一下，真的，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要考我们老师，我们老师。我们现在突然讲，不知道他会不会弹。对，我们先不要讲，因为我讲吗？我讲，你讲，你在微笑。我是放假了，叫你弹，你放假了。准备好了吗？我是满嘴的，请聊。一百种言语知道，爱有一个声道，在你聊，这你眼神传来的暗号，爱多的幸福报道，拼凑爱的美妙，笑一笑，躲避怀疑，然后撒娇，不需要别人来教，把爱紧紧抓牢，这一秒，这你拥抱你给的美好，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在我心中围绕，别人都不了，只有你知道，因为你世界不再单调，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很好，你就像月亮来的味道，拥抱地球想要，在我的星球写下惊叹号，有了你世界生活颠倒，你的微笑变成了背影的奇妙。所以你看，去 KTV 补课是对的，那有用的，有用的，而且，一看就是女强人，女强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唱歌一出来是这样，插口袋，插口袋，因为下面都锁下了，这样很帅啊，这样很帅。总代理的，总代理的，总代理的，台出来，敬大家。你抬出来，大家就代理好了，代理全球总代理，我全家尾牙发起一下，对啊，那你尾牙需要一些表演主持，我们都对，我们都有表演主持人嘞，主持人对啊，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当主持人。那个没事走来走去的嘞。你要干嘛去？需要我走来走去呢？对，就聘请我，就走来走去这样子。不是你今年就大方一点。主持人呢？你来一定是主持人。今年都有专业人士在。对，今年的尾牙每一个都不要缺，都请他去。真的可以哦，很厉害。我刚刚看他们都很厉害。对啊，多好，好不好？那个杨振就表演从头到尾一直倒立，就是尾牙多久立多久。对，要发力中，没有他的抓。我怕计时，对不对？我怕计时。哦，这个谢谢你今天来参加，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你心目中的好男人，你将来真的可以做成一个非常优秀而且万能的全职妈妈，一定要。好，来，请坐。谢谢。真厉害，今天来我们真的羞愧。他们说是要跟我们请教，其实他们每一个都好，是来给我们难看，修理我们，没有，是给你们俩难看而已。是，给我们大家难看，不是，因为他们都是练家子，他们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练习。当然有他们的成果，所以所有的路哦没有捷径，不要想什么一步登天。如果你想做表演的这种东西，就是要练，就是要学。今天谢谢大家，谢谢。